因為我喜歡我們的角色 partner 所以玩多了一個綽號叫國民妖精，雖然我自己都覺得這個名字都 OK 的，都不是特別反感，但是我可以進化到我今天這一個look帶出來的仙氣感覺變成國民仙女就更加好了。我希望如果逆天真的開續集，我是會向著這個方向進發咯。想不想做一些事順手改變一下個形象？你自己劇做變翻做仙女啊嘛！你話要，我覺得呢方面要編劇做啲嘢啦，要將咧我喺逆天入邊 Anna 嘅角色咧，試下點樣可以咧變得dance worth 啲啊，同埋良家婦女啲。咁所以咧展鵬之前咧嘅提議話咧，試下將我個角色咧變咗做懷孕嘅媽媽，可能咁樣咧有啲母愛啦，同埋母性咧係會大家覺得佢温柔咗嘅，就冇咁咧好似比較狂野啲。比較任性啲啦。做懷孕嘅媽媽，你覺得你 carry 唔 carry 到咧？未試過，可以挑戰演戲就係咁樣噶啦，即係喺戲劇上面。咁我哋作為演員都係想挑戰一啲現實未試過嘅嘢。咁所以我好 open to 呢一樣嘢㗎。如果之後我要飾演咧媽媽嘅角色嘅話咧，我都好期待啊！你如果你之前就話講過想做哑女啊嘛，你邊個想做嘅大啲啊？哑女定係媽媽大啲咧？可唔可以 why not both 購買一陣？你好難攞時間。why not both 啊？即係同一角色又矮又壯。係啊，咁咪好大轉變，完全同大家平時見到嘅馮盈盈好唔同。這個角色咪好有新鮮感咧。咁不嬲我都想即係做好多好多唔同嘅嘗試嘅。咁啱啱好聲好氣就挑戰過聲演啊嘛。咁所以頭先有提到啞女就係嘗試下唔好用。聲音都做到演出咯，係咪又一個新嘗試咧？